知點解啊？一般嚟講啦，女仔咧都係冇男仔咧咁有幽默感噶喎，會發覺咧好多時咧啲鞋聲啊或者搞笑高手咧都係男仔居多噶，咁所以都會特別欣賞啲咧識得搞笑嘅女仔啊。嗱，原來 Robin and Candy 嘅 Robin 咧都係一個男嘅王嚟噶。唱作组合 Robin and Candy 人靓歌甜，呢日开音乐会以歌会友，重迷到唔少歌迷啊！仲揾埋师弟周恩廷同胡志日助阵，佢哋老友鬼鬼乜都倾，仲私下开咗个群组。呢日周恩廷仲大爆外表斯文嘅 Robin 有一样嘢好在行噶，佢哋话咧你哋开咗个 group 咧系专讲烂 gag 噶，你系咪最多烂 gag 嗰个？唔系，我系听烂 gag 嗰个咯，所以我准备 leave 个 group。咁你觉得？你觉得我哋 check 边个最烂咯？最难应该你最难，点解啊？唔系，其实 Robin 系成日扮正经，但系其实啲 get 好难。然后之后佢会问人哋：喂，你哋 get 唔 get 到啊？你 get 唔 get 到？其实冇人 get 到，咁然后自己答自己咯。咁但系 Adrian 系咪啊？你赞唔赞成啊？好惨，我赞成。好惨啊！做扮正经好辛苦。同场仲有 Ega、江海嘉同麦嘉瑜。除了唱歌之外 ，Ega 還透露最近有新嘗試啊。Ega 咧之前啱啱拍了一條片同 B 哥哥一起拍的，係飲醉酒嘅喎，你係咪應該都好少呢樣嘢啊？少啊，不過都有呢個經驗嘅，但係同埋其實自己都覺得幾幸運㗎，可以坐到 B 哥哥架的士。真係佢揸㗎嘛？真係佢揸㗎，係啊，一個咁靚仔嘅的士司機，你有冇見過？冇見過。唔捨得落車啊！所以其實今次好開心嘅，因為第一次見 B 哥哥，咁亦都即係之前好中意聽佢啲歌㗎。Ega 新歌講到個故事主人翁總係被男友食住，掀起唔少網民熱話。不過 Ega 就澄清並唔係寫緊佢本人啊。做藝人啊，經常都要接受。